联盟的规定是你要争取奖项，你至少要上场20场。对，但是最佳第六人呢，其实有另外一个条款，就是在这20场当中，你至少要有75%的出赛是以第六人的身份，你不能打先发。没错，打满20场以上，然后出赛的场次要75%哦，就是3/4是以替补的身份上场。对，那林志杰因为已经符合了这个条件，所以今天